谭德敏去中国看他的好朋友。早上好，金先生。早上好，男生。你的工作怎么样？哦，好啊，我做了101个薯条。哈，我做101个。你们好，我是外国人，我有钱。来来来来，吃水饺，我的水饺是第一。给我一个水饺吧。不，我的菜好吃。杨思恩和金曾诚要打架了。死んでいる。何？俺は巧みで気づく。金曾诚是第一。给我2个水饺吧。啊，谢谢谢谢。杨子安，你好吗？杨子安，很得命。杨子安，很得命。杨子安。杨思恩死了。朝鲜是第一，朝鲜是第一，朝鲜是第一。